今天我们在重庆沙坪坝去吃一家全部都是出租车司机跟网约车司机吃的盒饭，板凳盒饭。这些师傅全部都是驾驶员，一共32种菜，随便吃。这个是随便吃的酸菜鲫鱼，还有免费吃的火锅，还有张大姐，这个鸭血也免费。他就玩的也贵。师傅，这个味道怎么样？哎，这个味道真不错。大家好，我是麦总，今天我们继续干盒饭。哎呀，他这个路边快餐店里啊，还有牛蛙，这个太哇塞了啊！